其实美台关系，对我而言，在大学四年在美国海军官校度过，这四年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，尤其是我这四年所结交的这些美国友人，所以我认为这四年，既然这四年对我这么重要，我相信，对我们的国家也是一样非常重要。回来自己的国家服务，那带着这些满满的回忆，以及时常跟美方的同学保持着联系，其实我觉得对于未来的一些发展，或者是资讯的交流都非常的有帮助。其实美台关系对我而言，就像当天在毕业典礼上，我们邀请的贵宾川普总统来为我们主持这场毕业典礼，那也非常荣幸能够和川普总统握到手。那当下的一种感觉其实非常深刻，因为我身穿着中华民国的军服，以及跟川普总统握手，代表着其实代表着象征性的这个时刻。那对我而言，我相信就像美台关系一样，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。